这里。跑呀！跑！跑呀！就靠大哥！谁呀？这指着他鼻子。来，走三尺。好。本局刑事警察大队获报，许姓及叶姓嫌犯哦，于2010年2月哦，承租盐埔乡的废弃鸡舍，提炼哦绿尾麻黄碱，立即报请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检谷检察官钟佩宇指挥侦办。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，于110年11月7日凌晨实施攻坚逮捕行动。警方攻坚时哦，犯嫌在深夜头戴防毒面罩提炼毒品。见警攻坚时，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警方搭塔查获绿尾麻黄碱，成品75公斤，半成品45公斤及相关制毒原料设备。本次检警年前大扫毒，3个月内侦破5件制毒工厂，有效斩断毒品供应源头。警方将持续追查幕后主嫌、共犯及金流，并持续清查这个绿碱麻黄素的流向，持续扩大侦办。